学院开课的时间是在2012年2月20号到6月11号。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三晚上7点到10点会开始我们的课程。星期一呢是丰富的敬拜生命课程，星期二呢则是各个乐器的分割课程，星期三呢是团练课程，所有的乐团会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做一个团练的练习。另外，我们的课程还包含一对一的乐器教学。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是在第一阶段约会跟奖学金申请在11月26号。我们在11月26号。11月26号就要结束了，请大家把握时间，请大家把握时间。我们欢迎您的加入。Welcome, welcome, 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